子杰啊，这是你的姐姐吗？大猩猩退队的事情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？我是来做家庭访问的，学校有资料，我不需要子杰退出篮球队。看这小子的眼神，肯定是对心仪有意思。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今天晚上心仪想跟你吃饭。是，你来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要来这里吃饭啊？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你说的。爸比跟妈咪好像在聊你。那有谁啊？我在帮你探查敌情。是谁？我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这段时间给你打扰，我也要搬回家住。我就是想要打篮球，我就想要逃体育系，就是不准你念体育。我们在一起吧。你看小明跟我看前面的眼神，是不是太有爱了？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你不要乱讲。我今天会来是想正式的告诉你，我决定让侯小姐退出篮球队。高三乙班的学生被人匿名投诉，说是违反宿舍的规定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尽全力保护你。须知，你干嘛当廖白鸭陷害我？应该先找出那个匿名者是谁。连续两年请全班同学吃一个月的集中。请问这件事情学校到底要怎么样处理？他们都不是坏，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替他们担保。希望你们可以火力支援。为什么你应该那么针对高三乙班的老师跟学生呢？我知道为什么。你男朋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你答应我，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我打算在校庆的时候跟他告白。我喜欢你，我想当你的女朋友。王嘉玲，我不吃。你是不是不舒服？王嘉玲，我没有减肥哦。跟小苹果修成正果，为什么不能告诉老大呢？喂。我明明知道是被冤枉的，为什么不自便？大家一起去爬山。好的。你支援，你先愿意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吗？